Slight program change, I just heard. Mr. Xu, could you come up to the stage and start with your presentation? Because we have a tight program and a tea break, we have time to discuss this, and we will see that after this first session, we will have a panel discussion. So note your questions, and we will have all the speakers here on the stage.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me, and Mr. Xu, you're welcome, and we are really curious to hear what you tell us about the idea of certification of electric.提出来呢，到2025年啊，这个要实现我们有5000架飞机啊，
我们在审核了所有的这些稿件数据之后，我们颁发了相关的申请证。
所以这个人看出来，让我们发布政策呢，也是啊，这个真正能够起到对行业的这个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修改了轻型运动类飞机的定义，啊，这个提高了重量的限制，从600公斤提高到700公斤啊。然后呢，轻型运动类里面啊，不仅仅包括固定翼，我们还包括海豹、旋翼机、也包括这样啊，像这些啊，技术标准的这些，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 东方政策制定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所起到的一些推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目前呢还完成了两工作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了这个关于无人机方面啊大型货运无人机的技术标准。你看，现在目前呢正在征求意见啊，正在修订规章的标准，并且结合这个技术标准，我们已经准备实施开展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这个。 实际上是这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目前在做的啊，对航空器球啊、飞艇啊等等啊这些技术标准做修订，真正能够让气球、飞艇在我们的航空运动啊，在我们的工行的这个娱乐啊等等这方面呢起到一个这个主要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现在优化了它的分类啊，这个制定按照不同的分类制定指定标准啊，来进一步的来简化手续。 啊，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呢，就是对航运航化产品啊，我们也把它的标准进行了这个重新的梳理啊，制定了这些技术标准和实践的指南。对于航化产品，在不同的啊，不尤其是东航产业里面的做法，我们进行了这个简化啊。那么最近呢，我们还在做一项工作啊，这项工作呢也是对未来的我们整个中国啊，在航空。 航空器管理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影响的这项工作，就是我们把现在的 CCR21部啊，进行了全面的修订，这个修订正在这个征求意见过程中，所以我希望呢，在座的我们各位嘉宾啊，你们有兴趣可以在民航局的网站上啊去看一看我们2015修订，因为每一个条款可能对我们未来啊在座的各位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过程都会起到一个这个。 都会受到影响，啊，那么我想呢，多征求意见啊，争取对我们2015的方案呢起到一个这个推动的作用。那么在这个修订过程里面呢，我们在2015里面呢做了很大的一个改正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规章的结构上啊做了重组。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的规章过去啊，这个最开始引进的时候都是按照啊这个美国的FAA的这种模式来引进，但是经过了啊30年的这个实践。 我们现在逐渐的啊形成了一套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一套方法管理方法。那么这次2015的修订呢，也是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组织机构啊，在管理思路啊，在管理的原则啊，在管理方法上啊更进一步的这种前进。所以呢，在文章的结构上形成了重组啊，在基础的定义上进行了细化，在产品的分量进行明确，包括了 PC、PC。 啊，包括了单机的审查，啊，12类的颁发，我们对飞机的分类啊进行了重新的分类啊。过去我们运输类、正常类啊，这个通勤类等等有很多类啊。我们现在根据实际情况啊，我们把它类别做了简化的划分啊。这个在这个整个类别的这个结构上做了很大的改进啊。第二个呢，就是基于体系的管理啊，把基于风险。 啊，分类精准管理的理念加进去了啊。过去在2015里面，在管理上提的很少。实现了管理的全面化啊，同时把航运航化啊作为航空产品的啊消耗最快的零部件这个概念也放到2015里面啊进行管理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通航的啊一些新的政策，就是前面我们两年发的一些文件的政策，以及轻型运动类的技术标准啊，把它放开了，对不对？ 老旧啊，航空器的可追溯性啊，以及呢这个军民航啊，军民飞机的是吧，就是这个相互审定啊，资料的共享啊，以及呢未来的啊飞机发动一体化审定等等这些政策，在2015里面都有一些表述。那么这个对未来我们电动飞机的审定啊也会有影响啊。那么办理证件更加灵活啊。 有些特殊性的修理啊，零部件的挂签的政策啊，也做了一些改革啊，更加便利于我们的
特别是中航企业的啊，最日常运营中的工作需要啊。当然了，这个文章呢，这个规章呢，最重要的我们追求啊，文字通俗易懂啊。这个另外呢，同时制定出来以后，配套出我们的最新相应的这个政策解读啊。大家知道，法律法规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简单易懂，容易落实啊。如果法律很写得很非常深奥啊，需要解释的话，那么对法律实施过程里面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哎，所以我们这次到了义乌军训，大家可以去看啊。同时呢，我们现在结合2021的修订，我们现在小飞机的试航审定的规章，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23部啊，也做了一些修订啊。目前修订工作啊正在进行中，初稿已经完成啊。这个修订呢，不是说现在才开始修订啊，是2年半以前。我们随着国际上大家普遍的对23部的修订，我们也开始了我们的23部的修订。那么在这个23部的修订里面，结合着21部修订的一些分类啊，航空器的分类，我们优化了正常类的飞机分类。比如说，我们把通航的4座以下的飞机和4座以上的飞机的审定方法啊或审定原则做了一些改进，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讲到原来通航的发展政策，就是促进行业的发展啊，真正能够让我们的通航产业发展起来啊。同时呢，在分类的基础上明确了安全的指标啊，而且下沉了很多基础标准。所谓的下沉，就是可以引用啊工业标准，可以引用行业标准，可以引用国家标准来设计制造啊，这个不同类别的啊，不同用途的啊飞机。所以这样呢，就便于我们整个产业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也符合国际上的一个发展规律啊。同时，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开展分类、分级的这个管理啊。以不同的用途啊，不同的风险，我们审定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这个电动飞机这个行业的发展啊。如果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一个标准来做啊，不按照实际实用使用的用途来做。这样有可能会极大的浪费资源，甚至于遏制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我想呢，这个在审定的思考上呢，我们也考虑了，是吧？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风险的等级啊，这边列出来啊，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风险等级和不同的分类，我们制定出不同的啊审定方式、方法和原则啊和标准啊，这是我们在审定方法上的原则上的一个思考。审定方法呢，刚才我说到了，第一个就是审定的不同的审定方法，然后根据这个分类和风险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同的审定原则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谈我不同的介入程度啊，不同的审定要素啊。这里面谈到的就是，比如说审定方法里面的介入程度，那么有些是依据啊，可能要有些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啊技术人员。啊，有些要依赖于委任代表，就把我们的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以最小的介入获取最大的收益或最大的审定的这个收益，啊，也就是说我们政府呢希望能够介入的越少越好，啊，企业能够这个自主的越多越好，啊，那么来解决我们在政府的审定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些这个困境。那么不同的审定要素和方法里面还包括，比如说我们在根据技术的不同，然后后续可能我们会探讨呢，比如说我们电动机的审定啊，那么和涡轮驱动的装置的审定可能差别啊，那么能不能采取让非发一体的原则啊，飞机和发动机共同审定，不要取这么多证件啊，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审定效果啊，提高审定效率，节省审定资源啊，等等，像这些啊，我们正在在做思考。那么在管理办法上啊，审定不光是技术审定，那么管理上怎么办呢？啊，未来的审定呢，可能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站在促进发展啊、提高水平的角度去不断的推进啊电动飞机的审定啊。首先要让它发展起来，要能够发展，要能够提高水平。你不能一审定，最后这个行业就审定完了，全都过不去，就相对不安全，就比较大啊。所以对于科研的态度，我们还是要推促进发展啊，这个提高水平。第二个呢，
未来的行政呢，我们是要听系统，听体系，是吧？要靠自我完善来解决。最重要的是进入体系，进入组织，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研究啊，科研的队啊，要在科研上投入啊，要在队伍建设上投入，工程师工程能力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建设上，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要重视诚信啊，要重视责任的啊，重视责任的。这就是我们啊，这个在考虑的时候啊，在管理方法。所以在管理方法上考虑到这些原则，未来有可能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啊，我们的委任代表体系要建立起来啊。那么欧洲呢，可能它的 DOA 啊、POA 啊，那未来我们呢，在通航产业，在我们的电动飞机这个产业里面，可能就要更多的有授权的适航管监管机构啊，来自我管理啊，这就是我们啊盯组织盯体系的目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提高企业自身的能力这块，你可能关注的是你的科研能力啊，是你的科研队伍的建设啊。所以像这块呢，我们在管理方法上未来可能会有这个这方面的思考啊，就是从管理架构、规章的架构、审定的原则、审定的方法，再到组织机构的管理办法啊，正在进一步的这个完善。那么最后呢，我就想强调一点啊，在我们的十项指令里面呢，要建立一种十项的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啊，不光是哈，应该是产业行业的文化。这文化呢，你想三个词来表述。第一个呢，就是要诚信啊，就是要诚信。整个行业里面要建立诚信基础啊，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一。第二个啊，在行业里面要谈强调担当，也就是强调我们的责任人啊。大家知道，航空器的试航责任是由设计制造单位和航空器的持有人来承担。而不是试航部门承担试航的责任啊，不是，所以这个担当要啊，所以我们想，不能够因为不做不担当而不做啊。第三个呢，就是要强调一个服务意识啊，我们呢，政府要为企业服务，企业要为公众服务，那么公众呢，要为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进步来服务啊，所以我们呢，相互之间呢，要起到一个服务的作用，所以这个行业里面建立呢。这个诚信、担当、服务这种文化，这个我想呢，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一定会啊，这个会有持续性啊，可持续的发展。我想呢，这个我要表述的呢，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么多啊，这个谢谢大家。